汉人登山过乌水沟，啊来到台湾，要追求一个新的挖课。人上界基本都是打伫土地顶头。去到台北去，哇，这建筑物拢真大真高，啊，人伫下骹变足渺小的。追求艺术的是外来文化的刺激，外来艺术的刺激，代表着敢那鞋啊、滴水，人底下吼敢那一点颗粒，啊水吼伊淡薄一直湿，无紧啦。发现着讲吼，我对土地迄种情感吼真深。思绪吼，头壳咧想真复杂，啊变那个简化。要安怎让它比较单纯化？大部分的画面吼，两个色啦，对比色啦，加乌加白，尤其这乌的，就是想要摆脱西方的一种表现方式，要爱有较东方的性质。第一排人伫咧云端，即敢若是过去的人，敢若未来的人，敢若超越迄个时空、迄个房间的限制，啊，所以伫人内底不再有普人，迄层次吼，位阶一直到大到无限大，啊，人咧向往就是咧向往即超越家己的能力的，当壮大以后，要回头来照顾即个弱势，充满天地。较大、较定道、较稳重，啊！啊，这嘛是讲是台湾人较早真朴实的精神。我画图作慢的，一直收收到迄个味道，海外味我开始甲停落来，迄就是我这名投注在里面，我的意义也投注在里面，我伫创作顶头咧，差不多台湾的根本。台湾的可能性，台湾未来的发展。